1米48高韩妹童颜巨乳丧及82万粉丝，敬业女汉子施耐德公高海玲替身，原来是她。日系加热饭盒便当自己整，日日有优惠，有马哥拨罗酒店食上之旅同埋北海道手信 Happy Box 限定福袋，即刻开始缤纷主播室。大家有冇追无线热播剧《师奶特工》咧？剧入面做特工嘅高海玲有唔少打斗动作场面，虽然高领导有亲身上阵，但系太高难度嘅动作都系教翻俾专业人士好啲。估唔到高领嘅替身原来系佢啊！